用我的眼睛看我，紫花木素，豆科蝶形花亚科木素属草药植物。当你咀嚼我每一字每一句，你是否能够感觉我耳里的风，心中的浪，注视的天空？你是否能够感觉我的穿梭，我的汹涌，我编织了又拆散的梦？你是否能够用我的眼睛看我？